十二档举办一届的佩祖佩天宫海标盛会纪念顺安素佛教经活动，伫咧十六号会馆，来自全台湾各地几啊百间的宫庙神轿和各式的阵头，和几啊万名的信徒拢来涌入到佩祖祠，连续不断的炮啊声，各有隔空烟火，和佩祖祠是愈换愈闹热，一直到十七号透早三点，炮啊马回銮安座，才已圆满完成。十六号的妈祖回銮活动是劳累几天，所有的顶头各一个各有宫庙的銮到顺安埔主祠区，暗时纷纷来到配天宫来祈家，一直到十七号清晨两点半左右，配天宫妈祖銮到还有顶头转来到配天宫，经过董事长蔡成忠点到三个香炮，公爷、太祖爷、三妈。姨妈阿古开姨妈回銮，按照大殿即日蔡董事长率领各楼主、副楼主阿古公务干部做伙来敬拜，阿古行三献礼了后，较完成按照典仪，圆满完成长达二十七天、十二冬，甲举办一遍的配祖配天宫海标盛会纪念顺安祈福的邀请活动。那这个信啊，祝你保重，就七天，就大家这个平安啊、健康啊、保重就七天啊，起码上年得来咱退休啊，咱大家来个结婚会，拍一个好啊，来好无？谢谢。蔡振宗董事长表示，十二冬一件的海标盛会，唔那是庙方非常重视，全体人员嘛拢全力以赴完成普阿妈祖的使命。盛会前就依照普阿妈的指示，伫十一月十三号上午十一点举行伫天台发会仪式。道长率领法师，阿古配天宫董事长蔡振宗，阿古全体的董干事。干部依循古礼可以跪拜就定书文，并报上天开机马、二马、三马的出巡时程，祈求天兵天将护卫，规个祈安回乡活动行程平安顺利圆满。如今圆满完成盛会活动，伊嘛除了感恩普阿妈恩泽以外，也感谢各界人士，还有各地有宫庙的共襄盛举。世新新闻中心播出期彩虹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